什么渴望过多留风，给我们爱生活。明天还会有什么？什么呢？微笑，别怕困难多。不怕。我有最强的宠物，不如就在手中。喵喵，火花和水蓝蓝，都是我最好的伙伴，一起探险，并肩战斗，绝不怕苦冷和恩佐。拥抱在魔法时刻 ，We， 勇气能开出花朵 ，And We， 相信天空一定有彩虹。勇敢洛克，帮我正义援。这样的宠物就想打败我，尝尝我的厉害！啊，那就试试看嘛！嘿嘿嘿，恶魔钉捉打，火焰沙石棒。怎么天黑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明主，天还没黑呢，快到我的商店里躲一躲吧，亲，记得好评哦。哎呀，糟了，这样明主就毫无战斗力了。哈哈哈哈，我真是太有才了。你就等死吧，恶魔钉把它关起来。罗隐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给我消灭这群小鬼。麻烦的队友，你快点逃啊！蝶梦，强光射线！蝶梦，做得好，就趁现在！他们想来帮忙吗？啊，那挠痒痒攻击！我果然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魔法师了，真是运气了。迪莫，钉子攻击，又是迪莫的心头数吗？这是作弊。不过得救了。我说过我会保护大家的。各位小英雄，真是多谢你们相救，我现在宣布你们立即释放。领主，还不能释放。为什么还不能放？钥匙烧了呀。有这么回事吗？哦，对了，箱子是向你买的，你就没有备用钥匙吗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亲，啊不，领主，我从来不做这样卑鄙的生意呀。没钥匙也不怕，这箱子可以用咒语打开的。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咒语是什么？您买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咒语的呀。时间太久我忘了。放心，这位师傅是老行家，很专业的。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手起刀落，毫无失误，都是一刀两断。
小火苗，快动手啊！我是公主，我怕谁？来烧吧！好像烧的人是我呀！火焰攻击！也是传热的，叮嘛叮嘛，雨兰兰，你的神枪，兰兰做得好，还是打不开，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是你说要换个方法的。什么都试过了，不能一辈子待在这个箱子里吧。你们准备好了，我就砍断绳子，掉下来就能砸坏箱子了。